乌龟眼睛鼓包发白，大多是发生在秋天和春天里，但是冬眠的时候也存在。乌龟眼睛鼓包发白这种病主要是由于饲养密度过大，水质不好引起的，而冬眠的时候主要是因为水温环境的变化。乌龟眼睛鼓包发白通常是细菌感染导致的疾病，其症状是眼睛红肿、发白、分泌物明显增多等症状。在治疗的时候，我们可以选择抗菌药物进行治疗。乌龟眼睛鼓包发白一般是自愈不了的，这种疾病又称白眼病。为了防止乌龟得白眼病，我们需要控制好饲养的密度，避免它们打架，平时需要保持好水质的卫生，控制好水的酸碱度。